对。哦，他们好了，他们好了，没在这儿，继续下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外面就听到你的声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你伤心成这样，后续就交给我处理吧，不用麻烦你们了。什么后续？他的病已经渐渐好转，要再住几天观察，应该过不久后就可以出双了。哈？阿姐，不是啦，是出院，抱歉啦。出院？那白布是在开什么玩笑啊？哦，这个白布哦，因为这位先生今天来，脚实在太臭了，所以拿了这块布帮病人遮住臭味，不然恐怕后果不堪设想，病情有可能会继续恶化。那你为什么要摇头，装着一副伤心的样子？谁叫你提到麻将的事？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被鼠王 A 了那么多钱，我的心也很痛啊。能够不哭吗？哈？能够不哭吗？没有闻到脚臭的阿追，恢复的速度比想象中的还快。哇，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！你可以不要再让我担心了吗？不知道为你哭了多久。好，对不起啊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可是我真的躺很久吗？怎么感觉睡了个熟觉？我还梦到有个女孩在我面前哭得稀里哗啦，只是我眼前一片白，所以不知道是谁。她还对我说了一些话，只不过我也没听清楚。似乎是他让我不要说了，哪个女孩就不重要了啦。你心里的女孩只能是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对了对了，我还没让你看见经过磨练的我，嘿嘿。磨练？什么磨练？条叫做台湾的麻糍，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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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麻糍，台湾的麻糍，麻糍，麻糍，麻糍。这条做阮台湾的麻糍，哟，这是麻糍。Nothing can stop us now.